来介绍，刚刚说好没介绍嘛？那这边是这个哎，以你的 Jerry 打个声音。招呼 Hello。，Hello，然后这个是 R3QRQQQQQ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比较好。Hello。Hello，然还好，我后就当一 Bad 个 Q。Emperor 就是啾啾 Egg 啦，然后还有羽球一姐戴之颖，我们请到戴之颖了。没有，我叫戴之口，我叫戴之啊，戴口。之口二。戴 之口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这好酷哦，平台搭 A。车，搭车，搭车，哎，这很帅，这很帅。是什么？啊，这好酷，那可以这搭好车酷，哎，我也我要去搭起车，我也要呀。上车，哎，上车，搭乘在这边啦，搭乘要到里面，你要到里面去按 A，对，这个才哎，有是了，这个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可是我要冷死哎，我又要搭回去了，好玩的游戏，没有，我先去看看那个要搜集什么，那下面这个可以走得到吗？下面这些路。可以吧？那下面有一个叛离者通道，你待会可以试试看去按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开起来。什么意思？你就可以开起来了。假如说你厉害的话，你就可以开起来啊，你就可以去开那些红等一下，色的等东一下，西。等一下。哎，上车来了，车来了。哎，哦，今天，哎，题目，等一下看一我下外面。我要哎，没要戏拿什了。么？要拿什么？搭乘人数上车，下车，下车，等一下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快要冷死了，我还没回我去。大家再见，我走了。啊，你们两个有身上会不会刚好有火柴之类的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们不就要冷死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右边，这边，这样。猫猫说他不想活了，要在死掉之前开一个，开一个。不用吧，我还可以啦，一二三，有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我们一定可以撑得下来。啊，缆车他们是使用中，哎，而且还有暴风雪，不是，哎，不行，要死了，我们才刚玩第一局而已，怎么就要被冷死了？哎，完了，毛毛是，给我下车，给我下车，下车啊，混蛋，哦，没有，里面没人，里面混没人，蛋。猫猫再见，猫猫真冷死了啦，他连游戏都没办法开始玩。他还有22分钟要等，包包来火车吗？猫猫可能不在了，我跟 Jerry 回来了。杀人凶手！哎，没有火。不是啊，他自己冷死了。他在生前的遗愿就是打开个地堡，然后就不跟我们来了。哎呦，暖气，哦，舒服。来，刹车，上车。很快，赶快！我第一个，我第一个，Go！等，还有6秒，6、5、4、三、3、二、2、一，爸爸，暴风雪！哎呦，暴风雪了，为什么？没有，这不是暴风雪，这是兔子，这是兔子，这应该是兔子吧？对，这没事。你被太阳，小小，为什么啊？不是呢，他们就这样被传走啊！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，看一下小屋在这边，哎，原来这边可以下来哦。搞了半天根本不需要大猫空缆车，我的朋友一定都等着我回去，我等不及了。有没有人在？太难过了吧，没有一个人回来。哎，等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怎样？你不知道刚刚被哎，传这什走么？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有人死了吗？猫猫哦，是不是是有猫个死人猫？在帮我们加温暖，加那个。是猫猫吗？猫猫？没有，我刚刚把猫猫拉起来，我刚把它拉起来。哎，那是谁死了？哎，猫猫，你回到来家了！了，哇，哦，干，猫招猫，手你怎么倒回了，来招的？手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招手死了。我从最南边爬回来的啊。你怎么爬回来的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哎，有狼啦！靠背啊！哎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有没有人来救我一下？救我一下！靠背，我刚刚想说自己动一下，哎，我只是想要回去而已，啊，怎么就遇到狼？哎，Hello！哎，哎，不是啦，为什么会有狼啦？那个缆车那个事件，为什么把我传到给狼咬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他给我道哎。哦，他就是那个啊，他就是事件是随机给你传的，有感受到我们的力量吗？戴资颖，他第一道被开启了啊，被 我开知启。道，我知道，戴资颖饿不饿？把他补血了，哦，那个人暖，帮戴资颖取暖一下，快点回来。为什么对啊？
为什么他也可以开？不是啊，干，他是干，他是坏人啊！哎呀，啊，我在八股。哎，我老了。代理陈友景，代理陈友景，他常。他们知道了，他们知道陈友景了，他们知道。OK OK， 等他来，他来了，冷死他。OK， 冷死他，幽魂寒气。有快有，哎、欸，不，干，你有冷到吗？我没冷到。那、啊、他为什么跑那么快？他微凉没冷到。等他停下，等他停下。哎呦！哇，好像没冷到，没有。好失败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好强哦，他自己一个人就直接一直狂破坏。那、啊、另外一个鬼是谁啊？他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哎、欸。他遭到流放了，他被流放了。他想要回家，那他现在还想要回家吗？来，他回来，他回来，他回来。啊、看好戏喽、欸！我没血，我打不了，我打不了架。还有人在吗？抓啊抓啊抓啊！抓啊抓啊抓啊！我都没看到 Timmy。喂喂喂 ！Timmy 在。他没有。他被砍了，他被砍了。抓他抓他！到了。反方向好吗？不要再砍我！乖乖。哎呦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来了来了！对啦！有了有了，倒了倒了。哦，报名，报名，报名！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戴姿颖在你们正在讨论说要怎么砍他的时候，讨论说他是鬼的时候，他就默默自己坐上缆车，很期待回去之后，还要跟你们说那个，哎、欸，你们在吗？他们还很，他很期待回家、欸，然后没想到已经被我们破解，然后就识破了啦。欸、Jerry， 你知道发电机在哪里吗？发电机去哪了、啊？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。嗯？怎么走过来啊？怎么地上这么多本子？啊，我因为发电机的那个标识突然不见了。啊，你要真的帮我们带去发电机呢？哎、欸，绕回家了啦。下午先找房子哪里，我才能确定。啊，右边呐、啊，等一下，发电机嘛。刚刚就走右边。对啊，啊，怪怪怪，你是不是？怪怪我觉得他怪怪的。可以可以，不是啊。啊，你刚刚那些板子为什么不见了？这边这边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刚放了一个油，刚放了一个。我这有三个板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奇怪，好好好不好？那给我守这个，我守这个。奇怪，我去捡嘛。3232。我觉得他一定怪怪的。我可能要守一下发电厂，还是说谁来守？哦，你守。OK OK， 我守我守。有人在吗？Bad Emperor 啊，羽球一姐在吗？羽球一姐，我不敢相信我居然会在这个时空上面讲这句话。戴姿颖在吗 ？Jimmy， 你干嘛？你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你怪怪怪，那个你为什么？你很可疑、欸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怪你怪你怪，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。Jimmy， 你不是说手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们过来。Bad Emperor 才是坏人。我刚刚在后面采果实，但是我没过去。Bad Emperor，、我看到 Bad Emperor 直接进去破坏那个发电厂，啊，我来不及去。直接流放，直接流放，对，直接流放他，直接流放他，是 Bad Emperor。我有东西可以射，我有东西可以射。我先离开你的枪线，先不要射他好了，反正他被流放了，就等他被弄死。哎、欸，但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在画面外呢，哎、欸，你在画面外呢。啊，射多久？直接用打的，直接用走的。你有胆就直接用走的。打还打，还打空，还挥空。哎、欸，对啦，我没被打死。谁在附近？戴志颖，戴志颖，那个家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这里有无线电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我有无线电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我在你的上面，快救我起来！可是我不知道你还救不救得了我，我其实现在伤得很严重。那你死了？对啊，我那个被冷死了。我觉得我可能会。怎么救啊？哎、欸，不要动呀！你我要被我妈被船送走，你把我烧死！干你妈的！我等一下就先冷死你妈的！等一下，我先扁那个毛毛啊！哎呦，我掉毛，我掉毛，我掉毛。打错人了，打错人了，我是好人，我救人欸，我救人欸。猫是鬼啊！我救好我。猫是鬼，追不上我，我喝饮料。拜拜，哎、欸、干，哎、欸、嘿，拜拜。干，干谁丢东西啊？哎呦，嗨，终于有人来迎接我了。我从11分钟前就死了，然后我到现在，我都没办法玩到游戏，整场都没办法。
我整个后面都不知道干嘛。我没有，没有杀你啊！不是啊，啊那个羽球一姐害的啊。好了，不用玩的了，剩五十秒。哇，这款怪兽玩什么啦？好啦，来动物啦！八加九打架现场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打架。哎、欸，打起来！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来，下一个是谁要跟我打？你、欸、看我要你这个东西。啊，羽球一姐怎么还在乱晃啊？羽球一姐在干嘛、啊？羽球一姐还很认真的在玩游戏，现在已经在打雪仗了。他不知道幸存者已经自相残杀起来。哎、欸，给他们加血，给他，帮你们加血。对对对对。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不是啊，靠一靠。白痴哦、喔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哎、欸、哎，猫猫猫怎么还活着？怎么还在呀、啊欸？不对啊，谁换？等一下，这个猫猫不是那个猫猫吧？谁换衣服啊？这不是你吧？穿我衣服吧？我啊，谁穿你衣服啊？不要打我！怎么现在被？吸引仇恨值，正常到底在干嘛？爱死哥是我。最后的赢家、欸，而且他也不是坏人。You kill leader， 但没有人，已经大家都放弃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朋友，有一群回来了，有一群回来了。哈哈哈！哎，你有武器扣哟，你打。啊！我的妈！哇，一姐好猛，好猛！一扣哟。哎、欸，一姐你很厉害哎、欸，一姐你。一姐打人的架势怎么跟打羽毛球的架势一模一样哈、啊？